move. I wanna see you move and get all into your groove. I say get up.选择是正确的，是福格一步过这球，阿布沙拉木横出之后一次盖帽，是因为里根是89年的，是好球，这边阿布沙拉木第二个帽盖掉了张永鹏，大范围的转移，克兰中框，克兰分给到阿布沙拉木，两分打进，一攻一防还是阿布沙拉木的一件事情，是昨天其实解说辽宁的比赛，觉得郭艾伦这赛季也开始打很多的无球。哎，这球错击错出，阿布沙拉木左手的两分打进，面对张永鹏，边防的还是比较到位啊。这边两个人去防亚当斯接球，回过头来变成了阿布沙拉木的攻防转换。哦，谢丽江，这不是阿布沙拉木一条龙啊！这球个人能力真强啊！但是四分卫士的长传，鞠明鑫，看看鞠明鑫挨帽了。这边阿布杜沙拉木本场比赛的第三记盖帽，对，面对到鞠明鑫，全部清空，强侧一对一，好球！这球是找到了杰弗逊，是利用自己的低位压制来吸引对方防守注意力啊。曾毅旭回球，阿布沙拉木，哎呦，好球啊！哎。这职业球员啊，真是看到这样的成长令人欣喜，这个球传到了一个第二目标啊，是，哎，好球啊，这球亚当斯越过两人找到了阿布杜沙拉木，侧投的反倒是坚决，亚当斯再找克兰，反倒防得不错啊，这边我们看阿布杜沙拉木和克兰之间连线打成了一次二加一，底线投一下好球，这球给的漂亮，阿布给弄，阿布这边错位其实可以打苏伟啊，嚯漂亮，今天阿布杜沙拉木呢进的，可能去转阿布，克兰那边也空了，突破好球，二加一，阿布这一节开始之后增加了自己的个人进攻啊，对，去年像什么王新凯啊，曾凡，好机会，曾令勋这个球传得漂亮，克兰的三分球不中，篮板球被范子铭拿到了，但是这个发起是更好的发起啊，漂亮，二加一，阿布卡拉姆好球，中间克兰的空切。好球，他也正常轮换，就是广东和辽宁这俩队，就是该是谁啊？正常轮换。阿布底角三分球还了一个，到了第四节，以这个广东队现在领先的这刚刚领先这两分，确实不足以让他们，是拥有优势的，因为到了这一，对，但是这球啊，你说技战术素养吧，确实有人传有人跑，但是动底角可兰三分，啊，可惜。阿布杜来了，塞奇漂亮，现在传来的这种气氛紧张，看一下亚当斯，亚当斯突破给到阿布沙拉木，好球，篮下感觉非常出色，你看这几次其实不过外援手啊，打得挺好啊，这个机会可以打了，到很深的位置斯特拉没有得手，那个转换7秒钟大范围转移给到罗旭东，转换的机会，这个，防守还是非常好的，这个两个人一直夹击让你弗雷戴特出球，空间太小了，范子铭下去了给进去，漂亮的假动作停顿，是好像还是一点就飞啊，哎，这个外援啊，这都有这么样的一个特点，是看看阿布杜还一个吗，有了，三分真棒啊， answer ball， 对，然后呢我还避免失误，曾立旭线路太长了，怎么处理呢，极电舒服，哎呦漂亮，真舒服啊，你看阿布杜沙拉木得分以后频繁的点着头，对，这个球啊真的很难，我们再看一下，面对奥斯汀的防守闪开，最后右手的一个低手上篮，哇，打球呢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球员，对，又一个助攻，
下半场第三次曾铭旭传给阿布杜了。对，那么最终呢，还是跟这个青岛以一个顶薪的价格是完成了续约。优先续约权留下啊，阿布杜沙拉木开场啊，一个三分。咸阳队呢是暂时的领先两分。张春雨，哎呀，这球想法是好的啊，也救回来阿布杜沙拉木。可兰点一下，持球往里突，大空位的机会，于长栋三分球还是没进。好球啊！新疆的防守对他要有所顾忌。是，哎呀，吉普森还想玩一个，玩过了啊。转换阿布杜，好球。好，周一翔，不用着急，现在不用着急。新疆队，阿布杜沙拉木转进来，稳扎稳打拿两分，压二十四秒，现在就每个球都可以压二十四秒。漂亮，拦下阿布杜沙拉木，好球，位置感真好。第一下拿球之后往里靠一下，帮助在近几年当中算是青岛队打出了有不错的成绩，最好的一成绩，对，最好的一个成绩。早球，这边三分球也投进。好球，进沙布的这个特点啊，俩人一对眼神，这就暂停了。又来看张金鹏打不住，没打动，古多洛克抢一下再抛，偏了，投篮了。对，您是以这个职业标准告诉我们特别容易进，不就是当你是以这个充电宝的寿命来告诉您特别难进、啊、当你觉得当你有三四种血拉开了，就是洛特防守根本过不来。嗯，漂亮，马凯这个助攻得打八十分啊、嗯！阿布杜，赛季确实、嗯、有反击的机会，还是一个非常强的延误，再转到正面给到内线，阿尔杰森打成了啊，连拿四分。而且这段时间球啊打不到亚当斯手里边去，是都是在这个外线转。山东队对亚当斯的这一下给他打一个，好球，阿布杜这个身体对抗弄得非常明确，底角有人，对，才看到底角啊，球、嗯、哎，李根连做两个奖赛季啊，你看就是我觉得防守还真是不错，起码这场比赛看下来啊，好球，开一个三分投进，手感也凉了一点，漂亮过的，嚯，欧洲步，好球啊，布沙拉木，这个小欧洲步啊，这一次突破的路线选择的相当清楚、啊哎、这看亚当斯是继续投还找人，阿布杜沙拉木要三分，好球，又一个阿布杜沙拉木，当斯了，对，这种时候都是值得他了，阿布杜沙拉木弧顶、嗯、好球，三分投进，还好啊，还是有一些破绽，对，阿布杜好球，哎呦，阿布杜厉害啊，应该早一点把球交到他手上，到现在才刚刚应该完成第一次投篮啊，他之前有一次篮下的点篮算了两分、啊、对，如果碰到辽宁广东这种外线投篮准的球队，你一接输二十分很正常。嗯，我阿布，嗯，对啊，你这他这一点基地找李根，好球到篮下，阿布好球，这球打进要叫暂停了，追到十三分，对，这个打进要叫暂停了，哎，95-82，十三分的分差，新疆队呢在这一节比赛里。这是今天第四节比赛新疆队一些进攻的表现，主要是围绕着阿布杜沙拉木。嗯，当然我用沈子杰来说，这个我今天看到了不止一次啊，跟裁判局要哨，他现在这种技术水平啊，还没到跟裁判要。你们好，后面打阿布杜沙拉木，这球再动换就走步了。嗯。能不能打进，看一下可兰再给出来正面，阿布可以再分，可以再分，底角可兰的三分，漂亮，打得非常坚决啊，这个球，而且打得非常耐心，好够，掩护换了，掩护换人，阿布杜沙拉木防下来了，有机会前场的二打一，漂亮，
阿布再起反超，球反超了，最后的一分钟，新疆队反超了比分。